你有何眼神？恳请教公这是出主，跟神主说一声，帮我周家一条性命吧。你的意思是，神主不曾留你一条生路啊？那就死了算了。饶命啊，战神！陈老，你是真的，这么点小事儿都不能为神主分忧，还要神主亲自解决，当真万事不利。这个江峰是战部之主，是我们神殿最不稳定的因素，要是被他发现露出了马脚，今天谁都别想活。战部之手是不是很厉害？还是对我出手怎么办？都得死。陈某虽弱，但也知道今日这神王爷是为了神主三年回归而办的喜宴，你在这里当众杀人，是不是有所不妥呀？不见点血，怎么能让这群名门望族老实一点？江峰，神主都没有发话，你敢私自用刑？血人宴会，你行事之前，难道不请示神主吗？还真应该请示一下，我神主也得带着才行啊！